中国男星张艺兴在今年正式展开巡回演唱会，吸引大批歌迷入场支持。不少粉丝在网络上晒出演唱会当天的照片，没想到其中几个舞蹈动作却遭到网友批评太色情。从侧面角度拍摄的照片中，可以看见张艺兴看起来像是对着女伴舞做出顶胯下的动作，另一个舞步则是他面对伴舞，对方摸着他的肩膀蹲下。有网友批评这样的动作非常不堪入目，更直言张艺兴的编舞不仅猥琐恶心，也对女伴舞十分不尊重。但是也有网友替他玩家表示，这两个舞蹈动作都是很常见的编舞，只是因为拍摄角度的问题才会看起来不雅观，而且张艺兴力度控制得很好，完全不会太过出格。粉丝们纷纷直呼现在酸民思想越来越不开放，张艺兴真的是很无辜啊。